Abby， 咁各位姜糖同镜粉有福啦，因为今堂我将会教大家弹姜涛嘅 Dear My Friend。咁不过因为全首歌嘅教学实在太长嘅关系，咁我好难一口气剪晒成条片，咁所以我会分两堂去教呢首歌。今堂会先教大家弹前奏同主歌，而下一堂就会教大家弹副歌同尾奏。我已经在影片下面加了前奏、第一节主歌和第二节主歌的时间，而在每个教学部分里面，我都会先双手用原速示范一次，之后会先后教大家弹右手旋律和左手伴奏，最后会双手用慢速弹奏一次，等大家看清楚两只手怎样协调。同以往一样，影片里面的琴谱都是会写有每个音符的音名和参考指法，希望大家享受接下来的课堂。前奏的右手部分，将一手指放在比 middle C 高两个八度的 C 音，第一个八度，第二个八度即是这个 C 音，之后每只手指各占一个八键。现在乐谱上面除了有每个音的音名之外，音符的上方也都加了指法，我们现在可以跟着指法弹奏，先弹一手指，之后会弹一四三，跟住是五一二，然后是指法五二一。不过要留意二手指和一手指的位置会有些改变，当五手指弹完 G 音之后，二手指和一手指向左边移一格，二手指弹 C 音，一手指弹 B 音，连续弹就是。然后因为乐谱上已经没有了高八度的记号，我们将一手指放回低一个八度的这个 C 音，都是跟着指法弹，一一一四三五一二，然后当一手指弹完 C 音之后，将二手指转去左边弹埋 B 音，右手的前奏就完成。左手头四个小节因为有高八度的符号，所以五手指弹的 F 会是高过 middle C 的这个 F。 擘大一点手，二手指放 C 音，一手指放较高音的 F。 现在可以跟着指法弹，五二一二一，去到 C chord 保持手型，整只手向左边弹，直到五手指去到 middle C。咁而家可以弹五二一二一，继续保持手型，将成只手向左边移两个八键。而家五手指会系 A 音，又系弹五二一二一。下一个 chord， 将成只手向左边移一格。同样都是弹五二一二一，之后四个小节弹的嘢同刚才好类似，只是今次会弹低一个八度。在第一个 F chord 入面，五手指会放呢个 F， 而二手指就会放在 middle C 上面。我哋都是弹五二一二一。去到 C chord。整只手向左边弹，直到一手指去到 middle C。 现在可以弹五二一二一，之后移落两个八键再弹。最后一手指和五手指同时弹 G 音的八度，左手就完成。现在双手好慢地示范一次前奏，
右手旋律，头四个音是 C B E G， 五手指放高音 C， 四手指放 B， 一手指擘开少少放 E， 二手指就同一手指隔一个音放 G 音上面。我哋连续弹呢四个音。之后有个 fill in， 一手指走过嚟呢个 G 音，五手指摆 D 音上面，我哋弹一五一手指。下一句，将五手指放翻先前高音 C 嘅位置，我哋跟住指法同音名弹 C B C B G， 然后一手指隔一个音弹 E。再将二手指转过来连续弹两下 D， 放返好每隻手指的位置，五手指弹 G， 三手指弹 E。 下一行将四手指搬返上高音 C， 我们慢慢弹 C B D G， 然后五手指由 E 音开始弹E D C B， 一手指弹 G， 三手指弹两下 B， 二手指弹埋 A， 然后一手指去 middle C， 五手指放 A， 我哋弹 C A A G D， 大家已经学识前半节主歌啦。而后半节都是很相似的，我们慢慢看着音名和指法弹 C B E G。 C B C B， 三手指隔一个音弹 G， 二手指又隔一个音弹 E， 之后一手指弹两下 D，再用三四二手指弹埋 G A E， 之后一手指去 middle C， 我哋弹 C C D， 跟住嘅 C E G A 会用指法一二三四弹，将一手指缩过嚟弹 G 音。二手指接住弹两下 A， 然后五手指移过少少弹高音 E。 咁跟住嘅转指会复杂少少，当二手指同一手指弹完 A 同 G 音之后，一手指保持喺 G 音上面，二手指转落嚟弹 E， 一手指再弹翻啱啱嘅 G。然后擘开手，五手指弹高音 F， 四手指弹 E。 示范多次刚刚这句。继续弹下去 E C， 一手指弹 A， 其他手指放回双轮的八键弹一三五五四四，跟住有个爬音，我哋会用一二四手指好快咁由左至右弹 B D F。我哋已经学晒第一节嘅全个正歌，而家学埋之后第二次出现嘅主歌，由当孤独了开始，咁会弹。C B E G C B C B G E D D G E， 然后二手指搬去 middle C 弹 C B C D， 之后将一手指缩过来弹 middle C，其他手指擘开少少，跟住抱弹 E G A， 又系要将一手指缩
过来弹 G， 继续弹 A A E A G E G F E， 之后换三手指放在 E 音弹 E G E， 二手指隔一个音弹 C。一手指又隔一个音，连续弹两下 A， 放翻好其他手指再弹二三五五四四。而家睇左手点样弹主歌，第一个系 C chord， 五手指放低音 C， 擘大啲只手，二手指放 G， 一手指放 middle C。我们会同时弹这三个音，下一个 chord 二手指不动，将五手指和一手指向左边移一格，都是同时弹五二一手指，然后会是五手指和一手指弹一个八度的 A， 然后二手指弹 E。 下一行先用五一手指弹一个八度的 G， 之后二手指弹 D， 一手指弹 G， 跟着的小节都是会用指法五二一弹，首先是 F C F， 之后 E C E， 继续移去左边弹 D A D G。D G， 踏入后半节的主歌，伴奏会弹得密少少。在这个 C chord， 当弹完五二一手指之后，一手指不喐，二手指转上嚟弹 E， 之后一手指弹多下，然之后会弹 C G C B。去到之后的 A minor chord， 当弹完五二一手指之后，又是一手指不动，转二手指上来弹 middle C， 一手指再弹多次 A。 下一行我们跟着谱慢慢弹 A E A G D G F C F，二手指转上来弹 A， 一手指再移过来弹 middle C， 二手指弹多次 A， 之后是 E C E A E A D A D F A F， 之后翻翻落去低音位置弹 G。最后弹一个八度的 G， 第一节的主歌就完成。我们再看看第二节的主歌，因为弹的东西和第一节都很类似，我们现在试试慢慢跟着谱和指法弹奏。到双手，我而家会慢慢咁弹晒两节主歌，等大家睇清楚两只手点样协调。先系第一节主歌。
现在是第二节主歌。大家已经学识弹大半首歌，咁希望大家把握时间好好练习。咁到我下堂教埋副歌同尾奏之后，大家就可以完整咁弹晒成首歌啦。喺度都提一提，影片入面嘅指法都只系其中嘅一个参考，咁大家系可以因应自己嘅情况做啲调整，唔一定要完全跟足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条片，就记得俾个 like。咁唔想错过下一堂嘅教学，就记得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咁大家都可以留言分享下你嘅学习进度。咁我哋下一堂 Enjoy Learning with Abby 再见啦，拜拜。